For Taiwanese actress Sonia Sui Tang, getting intimate with actor Chris Wong in her latest film, The Fierce Wife Final Episode, was easier than dancing around a pole. 你们看我们在那边跳舞啊，在那边假嗨，那都假的，因为现场是按鸦雀无声，是没有任何音乐的，因为要收音的关系。 所以变成我们要自己想象，脑子里面有那个咚子咚子咚子有那个旋律，然后自己要觉得观众很嗨，其实观众们就在旁边这样叉腰看你在那边自嗨，所以很尴尬，非常非常尴尬。以后的戏里面，假如要你演亲密戏的话，可以再做到更辣的程度吗？三点不要露就可以了，哈哈哈哈哈，那是我自己的尺度问题。 我自己就是有一个关过不了。Sonia's character Xie Enjin had a hard time deciding between two men, an ex-husband who has made amends after cheating on her, and a soulmate who is determined to be more than a friend。好难哦，这真的太难选。我要我自己的话，我真的一半一半。嗯，因为温瑞凡在电影里面实在是表现得太好了，他整个洗心革面，然后 痛改前非啦，而且他已经失去过，所以如果我是现在人，我可能会觉得这样子的人或许已经更懂得珍惜，因为他已经学会了珍惜了，因为他痛过。那新欢的话，当然是在一起很新鲜感、很刺激，可是你不能保证未来会不会发生一样的事情，这都没有人说得准，所以真的非常非常难选。你也会跟他一样苦恼吗？非常苦恼。嗯，所以结局他是满意吗？ 当然满意啊，因为她也是我一半的选择啊。<laughs> Playing Sonia's love rival in the film is Taiwanese starlet Da Yuan, a hotel heiress hell bent on snagging Chris Wong's character. 那戏里面就大圆，她就有上来，然后跟你说，皮肤缺水啊，然后弹性流失这样子的状况嘛。那假如真实生活中真的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妹妹这样子上来跟你说这一番话的话，你会怎么去反应？ 应该会还蛮紧张的，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像我，我觉得我自己活在这场太常被人家说好话，然后说到你会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突然来说这个，我会蛮相信他的，然后我就会赶快去运动，赶快多多保养，所以会常常有这种危机感嘛，在这个圈子里面。嗯，我自己很喜欢运动，然后还有保持自己的一些状态的原因，不是来自于危机感，是在于我觉得这是让我自己快乐的一个很大的理由，还有原因，所以我会尽量做到，因为我这样子我自己就会开心，每天照镜子我自己就开心，然后看到自己体态好，我就会开心。Coming up, Sonia and Chris will star in another romance flick, The Woman on the Bread Tree, which is based on Hong Kong writer Amy Chung's hit novel of the same title. 是在演情侣吗？没有，我们其实在面包书上的女人里面对手戏不多，我们各自是各自的感情线，不是跟彼此。你的感情线是跟哪一位演员？哎，很多，<笑>因为我在面包书上的女人演一个对爱非常勇敢，然后很容易爱上一个人的那种女孩子，所以我在里面的男朋友有5个吧。 With so many feathers under her cap, would a 31-year-old model turned actress attempt singing next? 我幻想过了，但是身边朋友都不鼓励，对，他们听过我的歌声了。真的不好吗？没有，我觉得我是中气不足的人，所以唱歌，我自己觉得都有点对不起观众，除非大家可以接受我就是那种坚持不唱现场的歌手。 Next up, we speak with Sonia's co-star James Wen, who shares why he relishes the role of a cheating husband. Stay tuned!